头顶痛，头顶痛，非典，继续在，葬在海淀厂了，继续在葬在海淀厂啊，变形金刚，把海淀厂拉进飞碟里边，拉到飞碟里边以后，然后检查有没有核泄漏，没问题了啊，然后，飞碟沿着，天上的柱子啊就拉上去了，拉够了啊，拉够了啊，拉够了啊，这样。一核电厂的时候，波动就没那么大，就容易容易进飞碟啊，进了飞碟以后，飞碟在挂在那个柱子上，柱子往上升的时候啊，很容易就到了大气层以外了啊，挂在那边，挂在那边，然后继续跟地面发电，是这么一个情况啊，好的，好啊，再见，再见，